就起身该搬一下这个人，居然期望他没有树，没有莲蕊，他是千里，千里上家红毯上家大红，他们为了要保护家己，咱起初上重要的赢啥话？赢地当，赢地当，一个人你是来地基的菜园长，地基菜园长，地当来了惊对不对？这厝意思就是安尼。你看，一支一支都是你的地基安尼。风台大风来来，风台来来，伊袂倒去，伊袂倒去。吼、哦，所以讲这就是灵性，就是安尼一款树啊，这叫做白榕啊，白树。我讲迄叫做雀榕，雀榕叫娇秋。伊开迄支哦，意思就是要透空气啦。你无透，唔是要互伊压起啦。你无透空气哦，这水有水压，水压伊会将迄水管啊压破。